兄弟们真的牛啊，上期觉醒直接给我秒了，评论区有人说想看觉醒关羽啊，咱们这就啊，如果本期视频点赞头皮破一万的话，阿布继续爆肝热啊。首先咱们来看一下技能啊，觉醒的关羽只升级了一技能啊，真单刀赴会，冲锋后三重砍刀，劈砍范围变大且可暴击，让敌人先跑39米。你们可别小看这个暴击啊，没试过的可能不知道，就拿这个蓝举例子吧，多的咱不说，看伤害，哇，爆率真的很高，装备咱们推荐这一套啊。正常我们出两个武器就差不多了，这边推荐大家带狂暴啊，毕竟咱们是打爆发的，中路有个炸弹猫啊，直接来一刀，在一技能面前大招就显得很鸡肋了。我记得还有个干将吧，哎不是，这还是上波那个干将啊，因为一技能超远的原因，打无视野也是可以的，觉醒之战里 CD 拉满是 50%， 技能好的还是蛮快的。还有就是我想吐槽一点呢，这个龙 buff 的护盾是否啊？进来回冲 VIP， 你自寻死路！我也不是很明白啊，这个露娜残血了往这边跑。哎，让我看看。不要！喂，这不对吧？炸死你！这暴击是真的爽，一刀一个小朋友，缺点就是太脆了，一刀秒不了他，基本你就进了。小弟头看到这个猫咪一条想吞我们呀，你白先活着，这个干将也想跟我比划比划，还有个李白呀，先卡距离，不要急，等我们跑起跑，不是等我们，还好队友给力啊，直接拿下团灭，不过我还没玩够啊，这一点五排还是有好抽的吗？我一个信号队友立马懂我什么意思，这关羽是真的不好抽啊，主要真的是4000钻石花光啥也抽不到，这关羽我就玩了2把。对对对，你们快清线啊，大哥不是这。哎。那我不打扰，我走了哈。